看我哥在这收拾屋子呢，多能干。苏州刚过段时间开始上螃蟹了。几月份开始上螃蟹？五月底。五月底就开始上了？中旬就有。中旬。对。嗯。那你们老说六月黄就是黄蟹呗？对。黄蟹是不是咱盘锦河蟹吗？黄蟹是啊，黄蟹是公蟹带黄的。啊，公蟹带黄的。就是脱一边壳软壳蟹。啊，就叫六月黄。对，它非常好意。我还以为是另一个品种呢。因为黄蟹运输成本高，它死亡率太大了，所以说以前都是很少有人卖的。啊。因为不挣钱那玩意儿。啊。尊敬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看我哥在那干活呢，我也干了啊！我一猜你们得肯定得训我，不帮你哥干活，搁这录像，我干了。我们俩分工明确，我楼上他楼下，然后我正好学点知识。六月黄也是盘锦河蟹的一种，就是公蟹，六月份公蟹带黄。然后就是现在过两过一段时间，浩哥，过一段时间就有这个六月黄了。但是这个六月黄不是很赚钱，它死亡率高嘛，所以就是少带点。看看我收拾的楼上。地面拖得多干净，多亮堂，是不？这是我们小刚河蟹老板，长个勺，一会儿拉倒吧。我姐夫手艺刚刚好，你会翻勺吗，姐夫？别翻了，太多油了。我们一会儿中午吃完饭，然后就要上地里去了。我们上地里头去，就是昨天不是围围子吗？还有一些就是以前围那个围子能用的，就是别祸害了，去扶一扶，把它扶起来，然后再把那个网，就是过两天也在那个地里头养点鹅呀，养点鸭啥的，把那个网给它网给它围上，就是拦鹅、拦鸭子那个网也围上。朋友们，我们吃完饭现在要上地里干活了。这是啥呀？大伞。妈呀，亏得这车大还能装。哎，有这个伞，地里就可以野餐了。两副，给你一副。准备支锅做饭了。完了。这个，再过两天炖个螃蟹，炖个鱼啥的，刚刚好。就先放这个架上吧。行。过两天直播铁锅炖自己，是不是？啊，铁锅炖自己。对、啊。铁锅炖螃蟹。铁锅炖自己。对。铁锅炖小蜜蜂。差点放一个小蜜蜂。哎，咱就这么一点儿找呗，细点，找一次就成功就完事儿，别找第二次就完事儿了。你这。最上面那嘎、啊、那口不用整了，那个都无所谓、那个。对，那无所谓了。你倒的那个树枝子，那个，你感觉哪个那个棍儿倒了，给它那啥，给它换一根就行。你看倒没倒，那折没折？往里插里头。你看我哥整这玩意儿整的就像样，这一看就是干过的。嗯。我们在前面补眼儿。我姐夫在后面把这个再压一压，把这个塑料布倒的都浮起来。洋洋，你等会儿啊，你去把那个剩菜剩饭拿到盒里喂螃蟹。那个咱吃过那个，对，那螃蟹吃吗？吃啊，面条大米饭还不吃，吃啥、啊、人都吃啊，螃蟹还吃那个，啥吃啥都吃啊。咱上那边哪儿来去不？那地方有个小木头桥呢。走。胶带拿着，一会儿还得粘。找着。来，我要喂螃蟹了啊！那个米饭啥的直接倒里。对。螃蟹老爱吃了，是不是？我头一回知道螃蟹还吃这玩意儿，吃啥
啥时期的啥都吃。完事儿呗，咱们继续蘸那个围子去吧。对，朋友们看这一大片这个池子，我们一家一段分工，把这个用胶带把那个破了的那个塑料布给它粘一粘。你看这个小花，看这小花是不是挺漂亮的，都开花了。不说了，我在干活了，朋友们。还有一道口。